所以咱是用这个物件去告美国政府的。告了的是2006年10月24日提出告诉，2008年3月18日吼。美国，我是两 DC 的地方法院宣判讲，台湾人无国籍的，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中华民国的国籍不是咱台湾人的国籍，这是足清楚的。美国法院的宣判呢，美国地方法院的宣判就是甲特朗普有关的，总统都要执行的。然后2009年4月7日，联邦迄、那个高等法院，华盛顿 DC 的高等法院，哦，国立法院宣判讲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的，中华民国政府敢是咱的政府？不是咱的政府的，迄是中华民国逃亡的、流亡的难民的、逃亡难民的政府啊！啊，所以台独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？没有搞清楚，我欢喜讲哇！中华民国总统是咱本土台湾人，李登辉在做总统，肯定来个支持，结果来支持啥？支持中华民国，这不是搞错方向了吗？哦，搞错方向的家伙，所以整个全盘皆输。对1992年国语反乡改造基隆村多几十单啊，无看到成果，加上过去40单的努力，就足足60单无看到成果啊。台湾人用我的精神支持独立运动、独立运动。哎，看起来说不如这个以色列吼、哦，以色列赫佐，我听人家讲的是讲，赫佐这个人，伊讲。以色列应该建立一个国家，所以伊这50年以来伊有关系了嘛？伊灭亡嘛不2000年左右嘛，王国以色列王国2000年啊，人四散去，以色列犹太人四散去，世界各国无一个家己的根据地啊。但赫佐啊个威斯曼，啊个迄个另外迄个小说袂记得迄个将军有无吼？伫个时刻即个大战的时。领以色列的这个游击队去跟这个德国啦、意大利战争这个，哦，因三个人会使讲以色列的英雄啊。戴阳，嘛不是戴阳，戴阳是1967年的六日战争的，哦，啊，本文阳、本古里啊，吼，因三个人，赫佐出来讲以色列哦，犹太人应该建立家己国家的时。为什么要来读大学？本古里昂都咧八九岁、十岁囡仔尔尔，但一个传承一个，传承到第三个，无到50年，你就建立国家。你台独运动，对1955年开始认真到这中村，吼、哦，结果咧60年啊咧，啊人是散骂骂，去用打，去用台军啊百万的以色列的人、犹太人，互台解走无路。哦，四散去，啊，咱台湾有一个根据地呢。赫佐去游说洛切尔德这个家族的时候，讲你就来帮忙这个以色列建国运动的时候，洛切尔德讲无可能，以色列无农业，无工艺，没有 technician， 没有 farmers， 我都发明这个物件，我都去建筑的时候，你无农民，佮无工艺，你就无可能建国。你想出啥办法？讲哦。等于迄个以色列古早的所在，尽量鼓励大家等于迄个所在去建筑、去学工艺，对啊开始啊，对无半项开始啊，咱是逐项有啊，咱是日本的统治台湾这中间，吼、哦，日本的五十一当这中间，咱农业创啊一流的，咱的工艺是一流的，结果咱无啥建国，所以台独联盟今日要怪咱呐。伊爱怪家己无远见，对台湾的地位无认识，没有正确的观念。你若有政治正见的时，今仔会行到这条路安尼，互咱真正咧足艰苦。哦，所以我讲吼、哦，统独这个统独之争啊，无到尾啊，却变成假议题，伊是变成足重要的。哦，另外，你若看讲国民党这边遮，咱本土党人国民党这边遮。你创民主化改革，
民主化改革有选举就真的民主吗？有选举就是民主吗？这个选举敢是公平？有一个国民党，伊有足侪党产，然后伊会当买票。啊，若毋是国民党人，吼、哦，无党产通开，然后伊若买票就站起来。只要你反对我，反对民进党也可以，反对国民党也可以，拢甲你抓起来，吼、哦，公义会选。即款是也变闹公平竞争，即款才是真正的民主。一点也不公平，一点也不民主。所以我讲哦，咱台湾的民主啊，民主化改革，大家有记，还是虚有其表，哦，还是虚有其表。过来你也看，台独运动做了未成功，民主化改革是跛脚式的，哦，啊过来。我来证明自宪哦，我来证明自宪。大家认真来拍拼证明自宪，来安尼证明哦，来证明哦，哇，台湾就变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有法度证明自宪无？李登辉十二当，陈水扁八当，拢总足足二十当，有法度证明自宪呢？当选总统了，伫中华民国宪法底下咧宣誓，宣誓啊，哦哦，啊，就要遵照宪法规定做代志，所以完全无法度来证明自宪。但即个位置也有咧讨论即个证明自宪的问题，安尼讲，咱都要民主化改革。所以我讲啊，证明自宪这个物件是虚无缥缈。做感慨的，啊，安尼，人赢要三五嘛，本土达人要三五嘛，代表本土达人的民进党，听选举的路，吼、哦，因伫1986年嘛，吼、哦，86年成立这个政党以后，行入去选举的路，已经落入蒋经国的圈套，蒋经国设一个 trap， 互你落落去。哦，热衷选举，热衷选举想啊，来热衷选来选举了，你若当选了，你就会当安怎做安怎。结果到这个位置，要安怎做安怎，拢逃不出蒋经国迄个所掌心。蒋经国已经死足足二十四冬啊，足足二十四冬啊。咱这里赢，要来执行蒋经国的遗志，认真咧维护中华民国。你来看。然后中国来这个所在时哦，国民党把独伊的国旗哦，伊这个迄个青天白日满地红，这伊的中华民国国旗甲收起来，民进党就国旗啊，伫门口遐一直甲赢，一直甲赢。啥物人咧支持中华民国？煞变成民进党咧支持中华民国。哦，啊，这毋是真可笑的。所以咱也想讲，咱本土台湾人的悲哀，这个悲哀就讲，咱叫骗家呢。哦，去予荒骗，对1945年10月2号开始，就去予中华民国骗到即当阵，骗到呢，去予出卖去啊，去予中华民国出卖去啊，出卖67冬啊，咱大家欢喜，遵照中华民国，伊要安怎做，咱就对安怎做，结果所有台湾人认真甲想起来，咱60几年来是一个奴隶而已啊，咱认真拍拼。做田的天天打拼，像我做到要死的，会知5点半就落田啊。有人想讲，我做到要死的是要创啥？变怎才会出头天？我安尼算算算，我10点就要困了了，啊中昼就对这来啊。我今较早来的啥？忝啊，做5点半去田里做到10点，哦，我就无想要去田里种菜。但我做一个农民啊。70岁、80岁安尼做呢，我妈都做到94岁，做到94岁，我才无去田。哦，我伫床脚咧做田的时候，人家问我几岁，我讲65、66，因为我还少年。啊，你看足侪老伙仔拢了遐少个哦，70岁安尼做田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我去领导们领导出来的时候，等到晚上我去巡看我这块田的时候，我田里有一个。为什么要在那里捡肉呢？狗仔
点暗时九点，电火点的咧捡落来啊，伊落来了我捡，吼，伊会去食迄款伊的发出来迄款的影啊，伊迄个种出来迄菜的影啊，安尼。九点哦，为啥物啊？九点的暗沙沙的哦，你敢唔敢去拄着鬼？要不要鬼？要不要鬼？哦，啊，伊就认真在捡落来。我做到这个程度啊，啊，谁爱做到这个程度？因为咱农产品价格足低嘛，啊，所以做到要死个，啊，所以为了要生活，为了要生存，都爱认真打拼，吼，都爱认真打拼，才会当换一嘴食呢。啊，啥物人这个好讲诶？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呢，咱怎啊变成比通比价呢？啊，但是足多人看袂出，我足自由的啊！我走到黄山咧足自由的，我食啥拢足自由的。吼、哦，我钱我就当买东买西，食来买买来买西用啊！我哪无自由？我哪是奴隶？伊袂去想，袂去想象讲，通比价，甲比通的价，咱啥过再艰苦？平平安尼种作，咱是一年种三届，会当种三冬的。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春啊一冬，冬啊一冬，过来个果啊还是一冬嘛，也是种菜一冬嘛。就是讲，秋天秋收了后，你啊果啊还是搁，甲正月先收起来，要付种春啊，春春的迄冬的收啊。吼、哦，实在是讲，你啊无种果啊还是，你就甲种菜类，甲田啪啪的先咯。啊，蔬菜较种类，两个月、三个月就过袂一届蔬菜。所以一年一年三熟呢，日本一年一熟呢，日本一年一熟，伊农民啊啦，过得比咱较好过。啊，像咱一年三熟。咱比人较歹过，啊！这毋是面顶咧北上安怎？中华民国这个挂甲你扛起来，就是甲你剥削嘛，吼、哦！甲你北上，啥物物件拢起价，啥物物件足贵个，但是我农产品着足俗个，农产品甲你底下死死死，袂你足俗个，吼、哦！你来国菜市场，你也看，拍卖，迄、那个拍卖制度，农民像阮一阵开。看足清楚，阮咧足多人种啥，种苦瓜、红花桥，吼、哦，欢欢喜讲哇，遮水红花桥，遮水个苦瓜，遮水个芭乐，遮水个木瓜。但是遮来货吼，来到这个果菜市场的时阵咯，那货真济的时阵咯，拍卖就是买的人一看讲今日来货足济，各所在来货足济的时阵咯，伊介绍给你是足低。你本钱那个一箱的红花桥，你本来想一箱红花桥，那是一公斤啊。那是卖二十五块、三十块的时喏，这箱甲这个四三十公斤的啦吼，啊，那是三十块的时就九百块呢。结果一拍卖了十五块、十块，血本无归呢。你卖人无在场呢，卖人是在场呢，变安尼呢。所以有的人讲，啊，我干脆那小我来卖卖，我怎倒倒掉做垃圾啊，做堆肥去啊。啊，你看咱的农业。向北向到这个程度，所以咱才去一直强调讲吼，咱将来民政府若真正得到这款，咱唯一上重要、上赶紧要做的，就是要安尼挽救咱的农业，予咱的每一个少年来讲，唔通阁像即摆安尼讲，哦是，看吼，看做讲做菜是足艰苦，做菜是足无前途，拢无爱做菜，即摆拢无人要做菜，少年无人要做菜啊。伫阮规个庄头安尼，头老尾尾，我拢起来顺顺的吼，找无三十岁以下咧做啥呢？无快。四十岁以下可能有一两个啊，吼、哦，五十岁以下有较少，有较济数，啊，拢起来六十岁以上啦。变做安尼，变做你老伫庄仔做啥吼，看到没有出息，啊，就若娶无某，吼、哦，啊，娶无某的时，啊，就真凄惨。哦，啊，这款情形就是讲哦，咱中国农业被剥削了。啊，当然足侪人，足侪人无啥了解。咱，或者台湾甲中国的这个农业交流，台湾甲中国农业交流，这三十年以来，1989年甲这段时间，对1989年还是算起。1989年之前哦。咱中华民国政府就是讲，李登辉的政权迄个时代，也咧反对啥？也咧反对两岸农业交流。但到1996年的时候，完全开放。开放了，将近3000种
三千种，那你农业技术，那品种、种源无偿给中国大陆，和中国提起哦，将近三千种那里，那里农业那个，那里咱各所在各所在拢迄款的农委会议拢迄个农业改良场，哦，农改农业改良场来，农业改良场，甲咱的民间做足些研发研究，哦，甲发展的工作吼，啊，有一个新的品种，这个种源，甲咱的技术，拢全拢无偿，啊，咱足些农民吼，足摇摆，去遐教因中国人，变来种迄个啥，迄个。水果，哦，芭乐上好的品种，啊，恁讲迄个莲雾，遮大粒遮大粒个莲雾，一粒你食着饱。最近咱看电视嘛，咧讲讲海南岛也是中国啊，有一个去种莲雾种袂起来，啊，咱屏东也是高雄遐个人就去甲伊教，教讲爱安尼安尼创迄个肥料，安尼去，哦，去敲迄个肥料。悄悄甲叫下心，就是刷土，种个莲雾，伊生出来就遮大粒，遮大粒。啊，到底了，咱个老药体无呢？老药体是啥意思？公司老药体咩来讲啊？就是讲迄、那个管理金，系管理金吼。咱个农民拢足慷慨呢，甲技术交会，啊，都无法提管理金哦。这就是咱农业教育失败，咱农务迄个问题。问题就讲，你对农改场提出这个技术，你爱付我权利金啊！你提出钱的时候，我要抽几成？你种钱的时候，这大粒本来这细粒的，你种啊这大粒成功出来，这细粒的时候，一公斤三十块，这大粒是，吼、哦，一公斤三百块，这中间我要提偌济？那就要提三十块、五十块，你爱交付我。建立这个制度了，农民毛这权利义务观念，